罗刹借镇魂将因撕毁灵槐树而被灵物通缉。灵槐树就是老子炸的，哈哈哈哈。李轩辕，李轩辕，赶紧出来，李轩辕。杀光他！你昨天他们还好好的，今天突然变成这样，你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而且现在你已经不是镇魂将了，你不可以杀人的。